我们英语雀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汤丽雀目前为止是在呢我们呢这个雾峰的亚洲大学哦。说真的，第一次来到亚洲大学采访哦，发觉亚洲大学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的美哦，让留学美国回来的汤丽雀老师啊有如置身美国的感觉。那来到这个地方呢又更特别了哦，闻了非常清香的这个美国式的 popcorn。哇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，这个就是美国式的爆玉米花哦，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口味，像有 chocolate 哦，那这个地方有焦糖的，好 sugar original flavor。为什么亚洲大学呢有这些美式的 popcorn 呢？我们来访问一下呢现场服务的同学。同学们你们好，英语新闻报。我们是哪个科系呢？好，资讯传播哦。那您是会长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会长现在帮我们讲一些话好不好？你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卖起了这个美式的 popcorn 呢？因为我们亚洲大学就是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传统，像想到棉花糖就会想到财经系，然后想到罐头就会想到生科系，然后那我们资传系就是传统，就是传统就是卖爆米花，所以只要在亚洲大学想到爆米花，就会想到我们资传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挺特别的嘞。那我请问你，你们是什么时候会在校园里面卖玉米花？我们通常都是五月中旬的时候会在学校里面举办，就是资传周，然后为期是一个礼拜的，就是卖爆米花活动。哦，就卖一个礼拜就对了。那其实说真的哈，大学来卖那个卖玉米花也不简单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好不好？我们请会长呢来到机器的旁边。哦，我们这个是现场制作的就对了。对。啊，这位也是我们的同学吗？对，就是、马上学了。那请问会长，这个机器您是哪来的？这个机器是我们就是可能用系会费，就是向外面厂商买。哦，是用买的，对不对？变成是我们系会资产，然后就是生财工具这样。哦，我们系的生财工具哦。那这个的话多少钱呢？这样那个机器多少钱？因为我们是买二手，就是学长家里，对，就是已经没有用在用，然后我就跟学长收这样，所以比较便宜。5000块就买到，哇，那很值得哦。然后呢，有去学吗？爆玉米花呢，有学吗？我们通常是跟原料行询问，就是怎么样爆，然后我们自己回来试。好感动哦。那你们那个一年的话，这样子，卖几次呢？我们一年卖一次。哦，就这么一次。对对对所以也知道这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哦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传统哦。对对对。那在这边卖的话，生意如何？通常一个礼拜下来会有2万多，大概卖2万多哦。那这个钱都是做什么功能用？就是变为系会费，就是办活动，办活动用。对对对。那你们每个人在那都算义工是不是啊？就算是系，就是帮忙系上的活动。记者通力想请教你，如果我们外面有一些活动啊，你们可以到外面去卖吗？摆摊位啊这些可不可行？如果有邀请的话。可以考虑，因为可我们英语新闻报很多人看呢，就可以邀请你们啦。可以啊，我们可以考虑看看。真的是可行的吗？哈，因为其实你们还蛮特别。那旁边这位是在系上担任什么工作？我们是那个部员的，也是大一的部员。哦，也是这个亚洲大学的学生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那你家里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台北。哦，住台北。那来到亚洲大学哦，你看到我们那个 main office 这个建筑物有没有很震惊啊？有啊，第一次来其实也蛮震惊，觉得很漂亮。很漂亮哈、哦，很特别。那你是第一次参与这样子的在校园卖玉米花的事情吗？ 对，第一次。有什么心得呢？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在爆爆米花，然后看着大家就别人试吃的时候会说很好吃，别人的称赞会让我觉得很开心。这个大家试吃就对了。哇，英文叫 tester， 对不对？ tester 真的，所以从这当中啊也有学习啊。那在你亚洲大学卖爆玉米花的这个经验当中啊，哪一些族群的同学会特别喜欢这种玉米花呢？爆玉米花，通常是女生会比较喜欢。女孩子特别喜欢。你们有三种口味吗？对。销售量是怎么样？有什么差别吗？通常是焦糖卖比较好。焦糖卖得好。对对对。啊，这样一包才30块嘛。对对。焦糖才30块。对。哇，这个也是挺便宜的啦，是不是？哦，为什么女同学们比较喜欢那种焦糖呢？可能是因为甜甜的关系吧，甜甜的感觉就对了。对，因为通常焦糖是卖比较好，然后再是原味的。好，原味的也好就对了啊、哦。
其实真的还是挺感动的啦。这也是呢我们呢雾峰亚洲大学的一个特色，是吗？好，那最后呢我们透过英语新闻报，你想跟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讲些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亚洲大学看一看，参观一下我们学校，那其实我们学校蛮漂亮的，也很多人来拍婚纱，那如果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来的话，也可以来顺便买我们的爆米花。OK， 再次谢谢两位接受昌黎倩记者的独家采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